国立台湾美术馆112年全国美术展，综合媒材类金牌奖，吴平宇，亲密关系的练习。我的作品叫做《亲密关系的练习》，我以理想亲密关系的消失作为一个媒介，试图去探讨社会结构转变下可能潜在的问题和隐藏的冲突。我设计了4样亲密接触机器，未来人们可以借由机器去习惯感受亲密的感觉。在作品中，我虚构了6个人物，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心理问题，并示范他们如何借由亲密关系练习机器去克服不同的障碍。银牌奖，游玉祥，淡海色。这次参加全国美展的作品淡海色，主要是看到早期淡水地区还是梯田的影像，而产生了想要去了解这个地方过去的历史的想法。作为一位淡海新市镇的新居民而言，对于淡海这个词的认知就是新市镇，但其实淡海这个词的地理位置在更早期是指称沙仑那一带地区，后来因为淡海新市镇这个政策的关系，逐渐的位移到现在的大庄埔坎顶这一带。如果按照这个计划继续发展下去，可能会延伸到下龟楼山。而淡海新市镇这个政策为了解决人口居住的问题，透过土地征收、填土造路的方式，将原本属于这里的景象给移除，再把都市的景观移入。所以淡海色这件作品主要是透过这个论点，将沙仑海滩某部分的沙子位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并且透过沙盘、影像两个平面的并置，试图去回应与反思历史上各种政策上的位移，除了地形地貌外，是不是某部分也牵动了人、历史与集体认知。铜牌奖，陈瑞宏， Dear Dad， 灵体转换的见与不见。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是一个纪念我父亲的作品，它其实主要是来自于我在疫情开始的这个过程中，刚好遇到父亲因为罹癌，所以让我们的家庭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故，不管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还有就是整个家庭的作息，都让我有一个很不同的感受跟转换。到了加护病房的时候，我们看着父亲的身体随着气垫床不断的抬升跟陷落，感受到了我们的人其实是很脆弱的，所以在当下我就思考了怎么样子才是生存，怎么样子才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有了这一次对于灵体转换的见与不见的创作。然后我用了我与父亲共同所生活的澎湖这块土地，还有许多海洋的元素，希望能够在这一个作品里面去回应我跟父亲之间的关系。入选张庭威，父张家祥，就地合法林君达，错位邱婉婷，同源陆余伦，视线 The Sight 郑维仁，绿川自白篇林振宏，黄元玉柏拉图计划多重监控。